你今日有啲唔同喎。冇啊，有咩唔同啊？冇。你耳仔唔红嘅。你究竟想点啫？冇，想同你做朋友啫。我点解同你做朋友啊？睇下我嘅表。点解睇住你表啫？一分钟啊！够钟啦，讲啊！今日几号？16号咯。4月16。1960年4月16号下午3点之前嗰一分钟，你同我喺埋一齐，因为你我记得嗰一分钟。由而家开始，我哋就一分钟嘅朋友。呢个系事实嚟嘅，你追唔翻，因为已经过去咗。我听会咗你。他有没有因为我而记得那分钟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一直都记住这个人。后来他真的日日都来，我们就由一分钟的朋友变成两分钟的朋友。没多久，我们起码见一个钟头。